打清朝？什么打清朝？我没看见打清朝。你欺人太甚！你敢这样跟我说话，我要教训教训你。来，你过来啊！来呀！少爷，少爷，你别忘了出门前答应老爷的话呀！你要切记，在外面凡事要三思而后行，不到万不得已，千万别动手。住手！杨大人，杨大人，杨大人，脚下留情，脚下留情。这个年轻人他冒犯了你，我们一定会严加惩处的。脚下留情，脚下留情。他以为他很厉害，你看被我打的，我正打得过瘾呢。这个人好厉害！站住！你很厉害，你是罗宾汉吗？我只是个大清的臣民。哦，我听说大清有高人，看来你就是高人，我们比试比试。怎么试？打一架。少爷，你别忘了答应老爷的。知道，我是不会跟你打架的。这位小兄弟对你忍让有加，这位公子更是路见不平，是你动手在先，欺人太甚。住手！我家少爷不能轻易出手的，你别欺人太甚。有什么，你冲我来。
没见过，可能是路过。徐靶子，注意他，不是敌人就是朋友，没有其他的选择。是三爷。在这个码头上，没有人不属于三爷我的。Where is she？算了算了，好吵了，别打了，别打了。本官奉布政司刘大人之命，前来参加麦加利银行开业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威尔逊先生，您没事吧？您放心，我们一定要严惩闹事者。哼，你小子往哪儿走？是不是找死啊？还不赶紧走？听见没有啊？听见没有啊？你，我。威尔逊先生，是这样的，今天的情况有点特殊。哎呀，傅大人，这你看，凯文先生，真是抱歉，在您今天银行开幕式上闹出了这种事。哦，警察，警察，哎，冷静，威尔逊，冷静一下，冷静。英雄，你太厉害了！少爷，你太厉害了，一出手就把洋鬼子弄得团团转。你看我这苹果，我这生意怎么做？哎呦，谢谢公子，是我把你的苹果摊砸了，谢谢，这是赔你的。谢谢公子。那，你功夫不错呀。那当然了，我家少爷还没使真功夫呢，要真打呀，准打的那些羊儿满地找牙。阿福，实话。英雄。叫什么名字？在下霍元甲，请问公子高姓大名？我叫刘凌宇。我叫阿福。此地不宜久留，我们还是快走吧。好。三爷，又是那些反清的人干的事儿。这群混蛋，竟敢在我马三爷的地盘闹事，也不跟我打声招呼。哼，把我三爷也不放在眼里。兄弟，以后再看见什么南方叛匪的什么人物，直接把他们赶走，要不告官把他们杀了。听三爷的，刚才那两个打架的，
好像跟他们是一伙的。徐宝子，去给我试试水，看看他们是什么路子。是。嗯，走。少爷，给你，给你。我不要，你还是自己吃吧。我们村里人都这么吃苹果的。刘兄，刚才的事……刚才的事情不算什么大事，霍兄不必介怀。怎么会突然爆炸？有一群人要反对清朝，天天闹事，现在都已经解决了。那我们会不会被通缉？嗯，可不能被通缉，我们的事儿还没结束呢。哈，你们还有什么事情？没有什么事，只是阿福他胆子小。我就是胆子小嘛。哎呀，我这肚子有点没出息，要不咱们吃饭吧？你饿了呀？啊，正好我与霍兄一见如故。霍兄初到天津，不如就让小弟我做东，请你们大吃一顿，如何？好呀，好呀，好呀！菜来了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少爷一脚踢在。客官，你们的菜上齐了。嗯，今儿小弟我做东。不好不好，刘兄，我看还是我来吧。都说我做东了。不行不行，刘兄，今天无论如何还是我来吧。啊。